你打算今后怎么办？李大哥，我求您给我一条生路吧！我可以帮人洗衣服、做衣服，我欠您的钱我可以一点一点还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是来逼债的。娘家没了，师傅家也回不去，婆家也不要我了。 为什么老天爷不给我一条活路？为什么人人都有家，而我却没有？好吧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别哭了，擦擦眼泪吧。 山哥，查的怎么样？以我老刀子出马，没有查不到的事，其他的都属实。不过这沈曼婷来路不对。讲，他说他4年前来到江州，在马裁缝家学徒，后来嫁给刘大兴不满一年，也就是说，在马裁缝家至少待了3年。马裁缝家4年前确实来过一个学徒，可待了不到半年就走了，这时间对不上。还有呢？别的没什么了。 李大哥，你来了。洗了这么多衣服啊！啊，找点活干。哦，洗衣件多少钱？1文。哎呀，这可不是一双干活的手啊。但我是干活的命。您先坐一会儿，我去给您沏壶茶。今天有逼债的来吗？哦，没有。 您喝茶。谢谢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牛蒡。多少钱？我哪有钱啊？这是我自己采、自己晒的，一些拿来泡茶，其余的拿去卖。你也来一杯吧。不是。 我想上个厕所。在哪儿啊？前面左拐。好的。
谁的人？你干什么？你说我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想不到你们不死心，一次不行，还来第二次。难道那个被我拍照的丫头骗子回来没有告诉你吗？世界上还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？我们的安全房正好在你们家附近，你正好死了男人，我的堂弟又是你的债主，这么巧合吗？嗯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真以为我不敢下手吗？我今天让你死在这儿，你信吗？把本事都给我露出来吧，别再给我装了。嗯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是马裁缝的学徒。我是马裁缝的学徒，在他家只待了半年，而不是你说的三年。你调查我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以为我查不出来吗？你肯定这就是你调查的结果吗？这仅仅是一面之词。一面之词？是，人家都以为我在马裁缝家里待了半年，其实后面两年我根本没出过门。哼哼，你还在跟我装，还在跟我编故事。嗯，是你要把我关在马裁缝家两年多，我没有见过人，也不敢作声，人人都以为我走了，其实我被他们逼着生孩子。生什么孩子？马裁缝想要个儿子，他要娶我做小。师娘往死里打我，让我不要答应，可他们又不肯放我走，要我和那个老家伙。我在他们家整整待了两年，我生不出孩子，我就求他们放我走，他们却不肯放我。最后师娘把我卖给了刘大兴，刘大兴知道我跟那个姓马的在一起过，就天天打我。我从进门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出过门，因为我身上永远不间断的伤。那你为什么要动我的公文包？我看你的公文包开线了，我想帮你缝补一下。你看，李大哥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正哥，我找到马裁缝了，我带你去。帅哥，飞。叔，哎呀，叔，干什么？孩童在你家待了几年？叔，叔，半年多呀、啊，还骗我？我掐死你！不，三年，好汉放手。后场面在哪儿？在我的后院啊。你连我都骗，饶命！我冤了你！我让他滚，滚！山哥，我不知道那个家伙连我都骗。哎呦，山哥，你让我办的事我都办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找个人把那个老裁缝给我做了，干净点。哎，您放心，有我在。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，香港十余万工人举行大罢工，声明拥护上海。港英当局实行。
大山，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？我有一份重要文件，明天一定要给潘军长。我落办公室了，我去取一下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外面雨很大，把伞带上。知道你今天晚上日子会不好过，怎么样，胳膊还疼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把你弄疼了。怎么不说话呀？记住啊，以后家里来人不要再拿牛蒡泡茶。知道牛蒡对男人有什么作用吗？什么？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，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。手这么凉，老话说得好，手凉没人疼。以后我会疼你的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你欠的债我来还，好吗？你冷是吗？来，来。李大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上。我们主任有事，请你走一趟。走吧。李大哥，对不起。走。一级警戒，备车。大山，别生气，生气伤肝。咱们这么大岁数了，没必要。来，喝杯酒压压惊。我不会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，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。咱们这是各为其主，没有任何个人恩怨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会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。如果要是这样，那这些照片明天一早就会出现在潘石君的办公桌上。这个人你比我了解他啊，那你这条命还能保得住吗？
我们做事的话，一旦东窗事发，我们全家都是死。即使你不替我们做事，只要潘石君看到这批照片，你的家人一个也活不下来。 大山呀，其实我要求极其简单，只要你把那份潘石君和英国人签署的秘密协议拿出来交给我们，我来负责你全家人的安全。协议到手，我保证把你跟你的家人全部送到国外去。政治嘛，就是一潭浑水。 下水的人早晚都是一身泥呀，这可是一个绝好的脱身机会。啊，我会给你和你全家人准备一大笔钱，把你们送到一个谁都不认识你们的地方去。你想想，你的后半辈子可以和你的全家人来享受天伦之乐。
下午放半天假，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吧。谭大人呢？他不是刚从操场回来吗？啊，我没看见啊。哎，我看见他从大门口出去了。他去哪儿了？嗯，可能回家了。哦，那我们去他家找他吧。好，现在去。水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你看看你那个丧气的样子，你死到哪里去了？你这个丧门星！妈，你喝醉了。我没醉，你当初连个招呼都不打。去什么训练班？妈，这事不能说，不能让别人知道的。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？难不成你去了窑子里了？我是你的女儿，能不能说话留点口德呀？口德？你别做出什么大家闺秀的样子了。哎。好像是这里吧。哎，臭脸！对，你对谁呀？你一个月不回来，你一回来就给我摆脸，你，我欠你的吗？能不能不要说了？您是长辈，我们尊称您一声伯母，但是您要拿出长辈的样子来。一口一个下三滥没人养，我们可以不跟您计较，政府的人若是知道了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哪来的妖精啊？妖精？我倒是要回去问问看，我们怎么就成了妖精了？我们若是妖精的话，那政府是什么？谭瑞麟如今已经是国家的人了，处事规矩自有人教训，轮不着您老费心。走。哎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我们走。哎，你不要走，你回来，回来。等等，哎，你回来。老实在家待着。回来。快走吧。你走吧，你走了就永远不要再回来了。停下！
谢谢，让一下。哎，后面人少，我们到后面去吧。走走，我们下去逛逛。好啊，走，走。来，哎，快看啊，这个不错啊。哎，这件好看，去试试。哎，去。这个呀，不错不错，好啊，挺适合你的。是吗？哎，怎么样了？好好看。哎，你们看那儿，哇，好高啊！过去看看。嗯。哎，过来照相了，照相了！哎，过来照一张吧，三位姑娘，照一张吧！哎，照相吧，照相吧！哎，你看啊，摁这个地方就可以照了啊！哎，我来试试。哎，给我也照一个。一边玩去！哎，来看我这里啊！一、二、三。是不是很久没有那么开心了？嗯，所以我说我羡慕你们。羡慕什么呀？你呀是受你家里的环境影响太深。不过等到将来呢，你找一个好人家，把自己给嫁出去，组成属于自己的家庭，到时候要多幸福有多幸福。哎，我肚子饿了。这么晚了还想吃东西啊？我现在出去找点吃的。这么晚了上哪儿找吃的呀？没关系，就在这里等我啊！哎，小心茶叶的。韩，今天我还没来得及对你说这照片的事。对不起啊，我看了一张，因为我必须得确认是我要的东西。李大山被俘之后，没有人看过这个东西，自始至终照片都在我手上，也没有副本。李大山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他是不会骗人的，所以你放心吧。谭，我错怪你了。飞，别说这些了。但是啊，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把它烧了，不要让它成为你的绊脚石，让这件事情永远的过去。Hello.
鸡腿了，好不容易找到的鸡腿，你闻，很香吧？来闻一下，怎么样？一人一个，来。哎呦，我不吃了，我吃饱了。拿着，来，飞，你的。好啦，那闲话就不多说了，我们一块来吧，一块来啃鸡腿吧，一二三。这个方案你回头给每个学员发一份，深刻了解一下战略部署，每个人写一份报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主任啊，我能单独跟您说几句吗？啊，你先去吧。是。上次您告诉我我一定会成功的，对吧？怎么了？为什么对我这么有信心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我是特训班的主任，你觉得我会随便讲话吗？别人都说我不行，您为什么觉得我能行啊？答应你的要求，我要见我的家人。你的家人我去救，文件先给我，东西呢？我要先见到我的家人。好，我来安排。李大山，家住华西巷55号，这里以前是淳王爷府。前后三进院16间房，这三进院子里一共住了3家人，除李家之外，住了前院的赵家、中院的许家。李大山一家住在后院，住在中院的许一鸣以前是潘石军的军务主任。许家和李家一样，都是受人监视的对象。赵千周是潘石军的警卫队队长，赵千周住在前院，目的就是观察监视其他2家人。许家和李家的家属一般不出院，出门的时候赵千周都会派人跟着他们，美其名曰是保护，实际上是监视。作为潘石军的亲信，不管是李大山还是许一鸣，都掌握着潘石军大量军事秘密。潘石军扣住他们的家属，就是严防自己人叛变。今天傍晚，李大山会把潘石军的协议交给我们。李大山的老婆有个最大的爱好，就是穿珠花，每年他都要把自己的首饰重新穿一个新的样子。罗逸飞，到，你的任务就是扮成穿珠花的学徒，第一时间进入李大山家，向他老婆摊牌。是。男班学员由钱主任带领，营救和转移李大山的老婆和母亲，准备行动。是。珠花，穿珠花了。哎，干嘛呢？赶紧走。我是来给李太太穿珠花的。不行不行，赶紧走，没有上头还不错嘛，谁都不许见，手艺见长啊。珠花，哎呀妈，赶紧走。夫人，穿珠花的来了。啊，快把他请过来吧。是，夫人，快去。这位大哥，您就通融一下吧。是来给夫人穿珠花的吧？啊，对，是的。让他进来吧，夫人叫他呢。进来吧。哎，慢着，我们要搜身。转身，可以了，进去吧。一点钱。朱妈怎么自己没来呢？回太太话，师父最近身体不太好。夫人，你们家好大呀。坐下。太太，您做什么样式的？我们今年有新的珠花样子，您要不要看看？
穿出花呢，没事吧？夫人。啊，没事。哎，太太，外面来了个戏班子，是不是您约的？啊，是我找他们来的。慢着，一共来了多少人？大概六七个吧。仅仅是定个戏码，来这么多人干什么？就让班主一个人进来吧。让他们都进来吧，我还得看看小生的行头怎么样。这可是老太太大使大寿。既然夫人都这么说了，就让他们进来吧。没事。请。太太，我把人给你带来了。永昌班班主给李太太请安。哎，你问他。哎，姑娘，这是我们的戏码，太太要热闹的、喜庆的，保准让太太满意。啊，有劳了。你们是哪个戏班子的？哎，老板，我们是永昌。永昌？哎哎，没听过呀。哎，嗯，唱两句听听吧。啊。好啊，唱吧。太太，请选戏。不用选了，就唱《苏三起解》吧。苏三离了故乡，乡绅来在大宅前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千舟，你帮我到账房去取点钱，我先把定钱给他们。是太太。哎，谢谢太太。给，这是定钱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是多少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这钱给的也太少了。不唱了，这么点钱钱唱台大戏，可真是欺负我们了。不唱了。太太，您去哪？这太吵了，我们去后院。不唱了，不唱了，少钱。哎呀，还不如回家种地呢。什么？我不唱了，这么欺负人？不唱，闭嘴！再闹，我毙了你！干什么呢？这欺负干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给你们，我们回去不唱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管呢？哎，赵总管，太太被穿竹花的劫走了，快呀！什么？给我追！走走走！追！钟离，把人看好了。是。姑娘，我求你了。回来，就让我见见大山吧。姑娘，回趟雪莲。姑娘，我求你了。我老实点。放开我，坐好。姑娘，我就看一。
一眼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无能为力，看一眼吧，我就看一眼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，就让我死心见他一面吧，你也是有亲人的人，对不对啊？你干什么？我求你了，快起来，我求你就让我们见一面吧，我就看一眼，起来吧，我保证开门我就出来，我求你了。好吧，我就给你一分钟时间。我就给你一分钟时间。我们算是白忙活了。我现在必须得立功，要不然我们三个人都会去海岛的。飞霸子，我杀了他。那你立功了？特训班是没人可派的吗？你擅自动手，就不怕回去主任收拾你？那个机要秘书就是贺俊峰。Thank you.